体来说，南沙的邮轮母港呢，我认为从硬件建设的亮点来说，总体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个有几个吧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它有它的先进性，就是这个母港整个的建设的话，它从它的规划运营开始，它都是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。这个总体的，包括了我们的暗桥的系统，包括了我们公共区域的一关三检，这个先进性呢是第一位的。第二位的特色的话，就是区域资源的协调利用。这个地方呢，原来是一个污水码头，这个通过综合性的打造呢，充分的让它发挥了整个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。